肉汤以及魔幻丝白雪之软，汤点的价格会突破天际吗？张立东点的菜，看起来，哎呦，危险性小啊！我刚直接，我直接菜单的名字，小花突然间觉得有点开心。我的这个是，他这个有没有？跟你讲，但它重质不重量，那它今天真的太贪心了。它是质吗？你是重量，是重量不重质。来来，介绍一下，它今天点的是什么？这一道是魔幻丝的白雪之软。有没有？白雪之软呐、啊？对，这个油是荡荡的，荡荡荡荡的话，这是荡荡荡荡的味道。它这个是什么？巴氏的鲜鱼汉堡，鲜鱼哦，听起来就很好吃。那这个汤是？这是青鱼蟹肉汤。蟹肉鱼哦，很有名。这一道，紫烧鲑鱼沙拉。哎呦，紫烧鲑鱼，跨国菜也有鲑鱼，这菜有。它这个菜其实以前创意，太厉害了。因为以前韩国也有。也跟海底关系，象牙海岸。那这一道我就知道了。哎呦，要不要菜了？法国贝哥哥黑钻。好吧。佩里哥黑钻，它这个里面是魔鬼鱼，它外面包的是牛肉，然后这个也是魔鬼鱼，就是红鱼耶，红鱼的，真的吗？真的，红鱼就那尾巴那个刺有毒的那一种，对，可是它那个没有，所以是魔鬼红就对了。哇，你好香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为什么这样，好好，因为法国菜一定要一个 set。李东，你这个是要抱你必死的决心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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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一条边的，从出生，然后到教育，然后到最后安葬，都在这里。而且你看，都是鱼，它需要来，先从这个开始，我先来一下这个。白雪之软。哎呦！哇！哇！哇！吃那个不美味。对啊，废话，鲜。哎，我跟你讲，那你就不用跟我们多解释，好吧？我们这穷人家，我们就跟你讲，法国菜最重要就是酱汁，有没有？来搭配这个鲜鱼，你看这个有没有？有什么不一样？身体不适，看到这个。好鲜哦，这个这个，而且它没有那个淡淡的咸味在里面的。不不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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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不是小哥，我不可能跟你用同一个菜。对吗呀？重男轻女，来，然后加一点这个，对对对对，加点蛋汁，然后吃的时候要优雅。是不是慢慢的抿？它主要是看那个蛋汁抿，眼睛都亮了。奇怪，这个哎，它吃起来有面的味道。哎，有松露的味道吗？有点小茉莉的口水，有出来。哦，就这么弹的。哎，这里的啦。来来来，第一道，第一道，第这个是我看见最好吃。对。准备要哪样？还有第二转，摆起来最有光环。哦，这个棒，然后搭配这个紫薯，然后这个酱，它有点洛梨酱的感觉，真的吗？对啊，开心。我来判断一下啊。金银金还透透，鲜哦。是这个杰森，这个鲑鱼是澳洲的。你考倒他了。哎呦，谢哥他杰森的可以。杰森都不知道，谢哥被威胁。你看看酱就知道，春天有春天的油光，这是不是很好吃？我一咬，他有跟我讲澳洲话，番茄也是飞的，哇塞，有迫不及待要有味道。哦，魔鬼鱼，你看这个厚实非常饱满。哎呦！
点的菜总值2290元。